Sudah siap. Ah. Hmm. Boleh eh. Slow-slow eh. Satu orang saja kah, yo? Nasib baik saya sini orang ramai lah. Oh. Tapi ya, mampu ya. Lai cing ada bang yo lai sempang kong kapan siang isa lai. Wow, 跟你们讲，你们真的很有福气啊，很有福气啊。OK， 因为这个 Hardex 厂家又再开放多一千桶给我们去抢，又再开放多一千桶啊！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可能平台太大了啊，太多顾客在后面讲他抢不到，太多人讲他没有抢到这个产品。 所以我就想到跟这个平台的老板呢，再跟他商量一下。他讲 OK， 可以开放多1000桶给大家。所以呢，来麻烦大家呢，先帮我公开分享一下，给他人数标先好吗？给他标够力先啊 ，OK， 给他标够力先啊。来，我先调一调先啊 ，OK， 我先 adjust 一下先 ，OK， 来，人数有点慢呢，来。 我开短波罢了，这一场开短波罢了啊！到底是什么东西啊？77位朋友，来，知道是什么东西吗？我先把那个架子开好先。来，给我一点时间啊！来，你们先公开分享一次先好吗？先公开分享一次。 那么等一下呢，我就开放给大家去抢购，给大家去抢购啊！我先把口罩拿开先，不然我讲不到。我这边是一个人。OK，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从8点就开始下货了，哈，8点这个从这个广丹，哦，广丹的那个工厂生产了，啊，看到吗？全部上了 pallet， 然后呢，全部已经来到这里，全部已经下完货了。然后因为我们这边还好。 要帮一个人呐，阿邦1个人哦，啊，然后我们人很多，过来帮他下，现在在那边点着货，在那边点算着 ，OK， 啊，全部在这里啊，我不敢进去太里面，因为里面没有什么线，全部在这里了 ，OK， 全部在这里了啊，多嘛，够多嘛，够嘛，应该够了啦，这一轮真的够了啦哈，因为我跟这个厂家老板讲，嘿，你给我才1400桶啊。 太多人不够用了，太多人不够用了啊！所以我就讲 OK， 啊，老板答应我们给多我们1000桶给大家去抢购。其实1000桶也不多，因为4桶就一箱，所以呢也只有250个人可以抢购到而已。那么我们这边有多少个粉丝啊？我们的 follower 有 194000多了，194000多啊，也就是说差不多是。 1% 才200个人，然后所以是只有1点多 percent 的人可以买到罢了。OK， 对，这个是可以放入消毒箱用的吗？可以啊，可以 ，Jasmine 笑可以啊。来，我现在这边呢，再跟你们大家，好，给你们大家看一下先。来，可以了哈，已经汇款了的可以，我们今天全部会发货，全部会去发货啊。 给我们大家1点点时间，给我们1点点时间，因为今天才到第3车，第3车。OK， 来，给大家看清楚一下。OK， 来。 200位朋友，200位朋友了，来，人数不够哎，太少了嘞，太少了嘞，来给我一次过来，不用做多次啊，不用做多次，来，我今天一波就给他抢完它，好吗？这样我需要大家的帮忙。那今天呢 ，Hardex 这个公司呢，人家做一个所谓的一般赞助，拿为一般的本钱，明白意思吗？这样希望大家可以大大的公开分享给有需要的人，因为 MCO 3.0已经 很多人都可以讲是每一个做生意的人，他都是必备的，这产品它是必备的啊，必备的。那么今天呢，如果还有很多粉丝是这2-3天没有进到来看到的，没有进来看到的，那么等一下呢，我会公布这个价钱。我公布了，你一定不相信的。
然后因为这个东西我卖的价格真的很便宜啊，这个 Hardex 大牌子来的，相信大家应该很清楚，哎，他们的公司是专出什么东西了？给大家看一下，好像今天这样子，它又有新出的一些味道的洗涤药水，看到吗？还有新出的了，还有新出的了哈，这个就是买我们的那个 Spring Mop， 我们有赠送一瓶，就是由这个 Hardex 厂家赠送的，没有付。 没有加钱啊，直接送给你的，因为人家是用这种方式打广告，他不是登报纸打广告，他是直接用这种方式直接把产品送到你手上，变成讲你们买到他东西，你们会知道他的好处好用，哦，完全是可以体验得到，哦，所以这个东西你们有如果有要的话，你们可以买我们的那个 mop 的时候，我们会送给你哈。那么今天这个呢，今天这一个呢，我就没有办法送了啊，今天这个我就没有办法送，今天这个我给你的价格。 已经是全码，可以讲是蛮便宜了的了哈。OK， 来，分享了的记住啊，东马没办法寄啊，因为这个我们是用快邮，我们没有用过慢邮的，好，所以呢，我们没有做慢邮啊，希望东马的朋友可以理解啊，因为用慢邮东西会不见掉，然后东西太久才收到，然后不见掉的时候是嘛，你会怪我们，所以我们就没有去做啊，没有特地去做啊，希望你能够理解。 OK， 那新加坡也是不能抢购，因为它是液体，它是药水啊，液体它不收，新加坡不收。OK， 所以呢，来220多位朋友了，来按一个赞一下好吗？给它那个曝光率开掉啊，因为 Facebook 有时是这样的，现在呢它可能会比较慢一点点，它需要10分钟它才可以呢啊帮我们给那些粉丝收到那个直播通知，因为现在啊有时会收到，有时收不到。 然后最近我们有几个粉丝也是跟我讲，他已经差不多整个礼拜没有收到了。OK， 你们有这个问题吗？你们有收到吗 ？OK， 来放罗里来载了啊。好，直接放罗里来载了。OK， 全部放这罗里来载了啊，可以啊。放这罗里来载货了，这个是面交的客户都不够的，因为有很多人放车来载，四桶这样来载。OK， 来给大家知道一下啊，消毒枪、按摩枪全部断货了。 剩下那个消毒感应喷罐有罢了，昨天有卖的那波。OK， 好，你们如果是要看那个喷罐的话来讲是吗？你可以直接跟后台讲一声。OK， 我这一场我只是做福利，只做福利啊。OK， 只做福利了，我看一下多少分享了啊？哦，为什么人数还没有上啊？我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啊？哎呀呀，才77个血罢了啊，怪不得啦。来，辛苦大家一下，可能你没有那个需要。 因为我已经做了 1,400 多的福利了，但是你跟我公开分享一下，因为有很多欠用的人哦，你可以帮到他，你明白吗？柠檬味道 ，OK， 弄到皮肤没有问题，弄到眼睛没有问题，明白的意思吗？哦，这个是可以拿来杀菌的 ，OK， 可以杀菌的哈，人家是国际大品牌，因为这个东西是需要政府批准你才可以做的，不是怎么啊 ，OK。 来，先帮我公开分享先啦，我自己也先公开分享先啊。分享了，来打上来一下啊，分享了哈。OK， 分享了，打上分享了哈。OK， 来，我先跟他公开分享多一次先。分享去一个泵区，可以给他们自己过来面交。OK， 啊，有时是这样子的，会比较慢啊，人数上的比较慢一点点。OK， 那。 人数没有上，我也不要等了，我也不要等了了哈。OK， 我直接公布价钱。来，小帮手准备好了吗 ？OK，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没有？昨天 1,400 桶，然后你跟我讲很多人要买，买不到，那边大概有多少桶？大概有多少桶？因为我昨天最后一波我是收200桶，但是我感觉好像很多都过笼了，对吗？因为我记得你跟我讲过笼200多桶，这样我就收多一个700桶就好了啊，收多一个700桶。 OK， 所以来700桶啊，开放700桶给你们抢。来，这个一桶有4罐啊，一桶有4罐啊 ，OK， 一桶有4罐，4罐有20kg， 一桶、2桶、3桶、4桶，一桶有5kg，一桶有5个 liter 啊，4桶有20个 liter。OK， 如果你要收到货呢，不要有问题，最好你拿4桶，因为我今天给你的福利价，你可以用很久。 明白吗？抹桌子、抹衣服、开咖啡店、做生意、家里门口 condo apartment 全部都可以用。OK， 如果你要一桶也可以啊。来，我现在准备开价钱给你啊。OK，
这个是水性啊，不是浓缩，不是那种啊所谓的以前用的那种芦荟的，不是啊，这个是水的，这个是药水来的啊，OK？ 那一桶5个liter，外面要买一桶30-40块，normal price 啊 ，normal price， 而且什么牌子你根本可能你都没有看过。今天来一桶，我给你20块马币，20块钱，自己来拿货，不用给邮费。 如果你是要我寄一桶给你，我收10块钱邮费，因为它5kg了，5kg了哈。如果你可以拿4桶，就是1箱，我送你20块西马邮费。你住 JB 关丹吉兰丹这些地方全部都可以买，全部都可以买哈。西马的、北马的、南马的，只有东马不能罢了哈，东马跟新加坡买不到罢了。OK， 你要一桶，你打A加E啊。OK，A加E就是一桶。 就是20块罢了，明白吗？做福利给大家的哈、啊，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样子的，把这一个6大功能啊，把这个6大功能呢、啊、翻译成华语，跟它布上来，并布上来。OK， 好，并布上来哈、啊。你买了，你有家里有用着那种啊消毒枪，你可以跟它导进去，可以直接拿来消毒。你家里有用着那种啊机器的也可以，只是 fucking 机不要用罢了，因为这个是没有酒精的，不给用在 fucking 机。OK。 好，清楚吗？消毒枪无限的没有问题，无限的都可以啊，你自己喜欢 ，OK？ 好，那这个一桶才20块马币罢了，很多人放车来载，他是4个人来载，所以我给他刚走4箱，就是16桶 ，OK？ 好，一人我给你们抢购4桶，好吗？给你们抢购4桶啊，好，留一些给别人，留一些给别人去抢购 ，OK？ 要一桶打 A 加E， 5个liter，如果你要4桶，就是这样子一个 carton， 大大箱一个 carton。 好，4箱 ，OK， 才80块钱，好，80块钱4桶 ，OK， 邮费20块 ，OK， 那你们要多少桶，你们自己打上来，自己打上来就可以了啊 ，OK， 我帮你做记录先哈 ，OK， 如果是昨天抢购到了的，就不需要再打上来，好吗？如果你昨天抢购到了的，前天你抢购到了的，你不需要再打上来，因为我们要统计，好，大概会可以卖掉几多，我们才开，好吗？ OK， 喷人喷到皮肤没有问题啊，喷到皮肤没有问题的。OK， 这个昨天有做 demo 给你们看了的，一桶里面，它这个你打开，还有给你一个盖的，你可以跟它盖到完了，明白？盖到完就可以了的哈。OK， 好，所以呢，来小帮手 ，OK， 把华语字那6大功能啊全部跟它并上来，可以吗？ 哦，小帮手有在吗？因为我感觉到好像还没有并购上来，还是你比较慢一点点啊 ？OK， 来，阿丽来要4桶可以的，来，好，来 Get Kyoklan 要一桶可以 ，David Go 要4桶可以的 ，Thank you， 来 ，Sally Dong 要4桶啊，来 YH Chong 也是要4桶，来 Chai Hong 也是要4桶 ，OK，Nancy WYC 要1桶啊，可以的，立新要2桶，可以的，你拿2桶邮费20块嘞，好，邮费20块嘞，如果你问我你要最划算的，你拿4桶。 哦，我不是要哈秀啥，我是要给你省多多钱，因为这个东西你用到明年去都没有问题的，它没有 expired， 没有 expired 的啊，没有 expired 的这个 ，OK， 没有 expired 的啊，这个我相信可以帮大家省一点点费用，因为现在这些药水已经是变成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个负担了，口罩啦，好、哦，洗手液啦，对吗？好、哦，消毒枪啦。 Fucking 机啦，这些都是一个长期费用了，所以我尽量把这个东西在直播上做一两轮给你们，好，可以让到你们买到便宜。来，工商菜要4桶可以的 ，Angelina 9也是要4桶可以啊 ，OK， 来，后面进来的朋友不知道我今天做这个优惠是什么价格的话，不用紧啊，我现在跟你讲一次，5个 liter 这样子一桶消毒药水 ，OK， 揉到皮肤，弄到眼睛，不用紧啊，这边有写着了的它的功能 ，OK。 5个 liter 哈、啊，你如果你们是开咖啡店的，你们可以给你的工人一个保障，一个安全。好，不要用那种抹桌子的药水了，暂时那个改去这个消毒药水，好吗？好，给你们杀菌药水，拿这个来抹布抹桌子，好吗？或者你们装在那种2块半的那个喷头，拿来这样子按下去的，以前人家20-20年前人家剪头发用的那种喷罐，那种也可以的，你跟它装进去，你要喷你的衣服店，喷你的咖啡店。 喷你的那个门口，喷你的鞋，你的鞋也可以。你们现在去到哪里回来的时候，你的鞋还没有穿进去你的家里，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喷罐来装这个药水下去，直接喷在你的鞋子，好吗？因为鞋子很多病毒。
明白吗？因为有些人家哈，有一种不良习惯，就会吐口水。你们踩到，可能他有这个病毒，你不知道，对吗？像你还没有进家之前，你就喷他，明白吗？喷他就 OK 了。OK， 好，这个是做福利罢了的哈，这边有点反光啊，我拿过来这边给你们看一下。OK， 这些全部都是啊，全部都是，这边全部都是，这边已经是有1600桶，全部是给钱了的。给钱了的1600桶，给钱了的。 OK， 我还可以开放啊，我开放700桶，因为我担心有些人他会没有下单直接过来拿货，很多人过来面交看到就抢购了，那些也是啊，这些全部都是，这些都全部都是啊。 OK， 全部都是。 OK， 消毒箱没有了，抢不到了啊。消毒箱现在啊很恐怖，现在因为全部人都在抢住啊，它就变成当年的口罩这样子啊，还记得一年前的口罩吗？lemon 味道的啊，这个 lemon 味道的，来 Kendan 一年的口罩你还记得没有？来本60卖要卖100百二，还记得那个时候吗？这个现在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抢不到给你们啊，有钱买不到啊。 OK， 如果有我会尽量抢一批给你们啊，福利标啊。 OK， 来，对的，来，你们要多少桶你们全部打上来，看到吗？那四桶才只有多少个客户啊？200个客户就800桶，也就是说200个客户呢就没有了哈，没有酒精也可以的哈，你可以看一下哈，来，你可以看一下这一个牌子先 ，OK， all purpose 啊 ，OK， 不需要加水了的，不需要加水。来，小帮手有在吗？小帮手有在吗？把这六大功能在 Telegram 那边的好华语字。跟他放上来，因为有些安迪他可能看不明白哈。OK， 包括我一样也看不明白哈。对，可以洗手的。好，你可以装在你的喷罐，然后呢，好像我们昨天有卖那个高感应器啊，喷罐啊，跟他装进去啊，喷出来，然后你自己洗手。OK， 好，洗手，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可以放在你的车，好，放在你的车。OK， 你们就会长期啊自动去消毒，因为很多人其实要按啊，他忘记掉。没有消到毒去揉眼睛，所以就这样子变成交叉感染，明白我的意思吗？好，这个我们今天真的做优惠给你们啊。 OK， 你们自己都知道的了，现在价钱是很透的，你们根本是去周围你们都可以问得到价格的。我今天给你的不是涨吗，不是那种你根本不知道它这个药水是什么成分，我这个人家 Hardex， 你们如果说你们是住在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车厂，基本上都有 Hardex 的产品在里面的，真的很够力的。这个全马华小人家赞助洗手液很多次了，你们如果说有看新周报、新周日报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Hardex 牌子，真的它是13家良心企业来的。我们真的跟他做了很多都是免费的东西，都是由我们平台送给你们。好像你们有拿到我们的洗碗巾，对不对啊？这边谁有拿过我们的赠送的洗碗巾有吗？也是一样，他送的，没有收钱的，也是送的。OK， 好，那人家真的是这个是叫做人家讲是做大生意的，他是全部自己生产的。OK， 所以他可以这样子送得起。OK， 来，四桶才80块。邮费20块 C 嘛，就是100块，东马不能，好，没有邮寄，新加坡没有办法邮寄，明白我的意思吗？一桶20块，如果你只是要一桶，你进20块加10块钱邮费30，你买两桶不划算啊，两桶你要进60 ，OK， 如果你要把邮费省到最准的话，你拿四桶 ，OK， 拿四桶啊 ，OK， 喷了当然要骂啊，如果说是你是只是有那个消毒枪的话。你喷了你骂它就均匀一点点，就没有这么浪费。如果你只是喷你不要骂，不是湿哒哒咯，理解吗？湿哒哒就很成本很高了，没有那个必要啊。喷了要骂，明白吗？喷了要骂，因为你做生意，你是开咖啡，你开衣服店，你喷了你没有骂，等一下它有一点点那个硬啊，没有，毕竟它是化学来的嘛，它是弄出来的药水，你一定要骂的 ，OK？ 比如讲你骂桌子，你喷了，你不是骂它咯，明白吗 ？OK？ 比如你喷在手了，你不是揉它咯，擦它咯，给它均匀咯，每一个地方手指头啊、小指头全部给你杀掉细菌先啊。比如讲鞋就不用，你喷在鞋就不用紧了，你喷了鞋就给它放着就可以了咯，明白吗？一桶5个 liter 20块罢了。OK， 20块罢了啊，没有酒精可以用啊，没有问题的啊。OK， 没有酒精可以用的。
OK， 那这个东西我小帮手到现在还没有把华语字拼上来哈。 OK， 哦，sorry 啊，我看不到，因为要按到完啊，要按到完下去，好，它拼上去没有用，它只是看到上面那个 hard text all purpose 啊。 OK， 好，你把它post上来嘛，小帮手，你放你有时候你要知道那些顾客他是不会去按那个 C more 的，你就跟他post上来，然后把上面那条字跟他弄掉，只是华语字就 OK 了，要站在顾客角度去想，明白吗 ？OK， 可以自取啊，可以自取，你们过来我们的店，我们店在葛崩家家肉骨茶的后面有一栋4层楼的 ，OK， 招牌大大哥的 online kaki mall，OK， 喷沙发可以啊。 给你们家庭式用的，我今天开这场直播，是给你们家庭式的人全部都可以拿到这个福利，明白吗？你做生意的话来讲是吗？我可以跟你讲，四桶不够用的，只是说我尽量我能够准，我给四桶罢了。喷了，如果是那些比如讲你是衣服的那种所谓的 counter， 有那种所谓的。 人家讲的那个counter有那些柜子，柜子你不是骂一下咯？如果衣服没有办法，衣服你喷到就算了，而有消毒枪喷到就算了，明白吗？明白，你喷在衣服你不用骂的，这样骂不到了的，喷到就算了。OK， 好，清楚啊，这个 forking 机不能邱永燕 forking 机不能啊 ，forking 机只是要有那个所谓的另外一种成分的才可以把它烧成烟的、那种就可以。 啊，我这一个呢，每一个人过来拿了过后呢，他都很喜欢。为什么？因为他鼻子不会敏感。我不懂你们这边有很多朋友有用过消毒药水的，他们会敏感的，他们会打喷嚏、哈啾，或者是说他们的这边会黑咕、会气喘，真的有这样子的顾客啊？顾客跟我讲，我才知道，不然我是不知道的。OK， 四桶80块，邮费20块罢了。安杰娜，收到吗？安杰娜，4桶20块，你拿8桶的话就是40块，拿两个 A 靠来买好吗？拿两个 A 靠来买啊，好，随便你家里人谁的都可以。OK， 反正邮费都是照算了的，你跟他分开拿 ，OK， 好，来阿韵呢也是要4桶可以的。OK， 总共来讲是吗？你记住 Ivy Line 这个没有过期的 Ivy Line。 好，你放心，现在才5月罢了，这个货是刚才罗里，你们自己有看到的，才下货的，全部才下货罢了的，还没有搬到完进去，只是搬到一部分罢了，看到吗？才搬到一部分罢了啊，搬到这里罢了。OK， 这边还有一点点，这边都还有一点点啊，这个是要再去我们的店给顾客直接过来拿货的，然后这边也是，这边也是直接是给顾客自己去拿货的，碰到身体不会敏感，好。 不会敏感啊，所以你们放心，放100个心。我有那句，我讲那句，因为这个东西不能开玩笑的。OK， 好，你看到吗？我们小帮手已经有并上来了。好，有并上来了，你可以按进去，按进去你就知道这一个药水它所提供的功能是什么，好吗？因为毕竟我不是卖其他产品、电器那种啊，我们是了解到很彻底，把电板拆掉，了解整个功能。这个我只是做福利，所以我第一波我讲的可能有一些讲错东西，今天应该不会讲错了。我今天我很清楚我在讲什么，你没有讲什么吗？你按进去看一下。 用到皮肤不会敏感，然后揉到眼睛没有问题，明白我的意思吗？收到吗？好，可以杀菌，可以消毒，好，杀菌消毒可以啊。OK， 好，来，来可以了，你们全部打上来就对了哈，因为我没有一个一个练了啊，没有一个一个去练了。来，小帮手，800桶，200个客户。 就够了，你就跟我讲，我就跟他 stop 掉他，好吗？因为我只是做1400桶而已的，只是老板这个 hard text 老板讲，哦，因为他看到很多人都还没有买，还没有抢到，因为我把直播有一些我是洗掉他的，我没有留的，明白吗？我没有留直播的，因为我觉得不够卖了，我就跟他洗掉，然后之后他就跟我讲，来给多你1000桶去表演，然后给多你1000桶去做福利，所以我今天再开，好吗？今天我再开 ，OK。 可以啊，来我看一下有什么口面我没有读到的啊。来面交直接过来拿货，只有一个东西不可以用罢了 ，Gary Lee， 就是 forking 机，就是那种有插头，开电导进去煮烧它喷烟那种，那种我这个药水不可以用，收到吗？其他的都 OK， 你要抹车，你要抹桌子，你要喷鞋子，你要进 condo 之前给它喷。 OK， 都可以。你做生意，你要给人家进来自动去洗手，好消毒啊。你用我这个药水没有问题，好 OK。
那很多人打上来了哈， 可以的， OK， 可以啊， 全部人已经有打上来， 我看到了哈， 来， 有看到没有， 来， Kenny Montamia 也是帮我们把这个功能并上来了， 来， 看到吗， 这个的安全， 哦， 安全为什么？ 因为你放车它不会着火， 明白吗？ 因为我相信应该你们都知道会着火啊， 这个小孩子用安全 读书， 你真的， 你特别担心， 然后老师又强制性在你那个周游读书的， 那你怎样？ 你可能拿个喷罐哦， 拿这个药水咯， 只给你的课室用咯， 好吗？ 给课室用就好了咯， 这样子不用等老师来消毒， 你叫孩子自己去消毒， 也可以， 好， 保护， 保障他的安全， OK， 好， 保障他的安全啊， OK， 只是食品不要喷下去罢了， 吃的东西不要你煮面， 你不要喷下去啦， 明白吗？ 食品不可以罢了啊， 杀死细菌和病毒消毒剂， OK， 非易燃啊，就是不会着火，不会爆炸那种啊，不会好像酒精这样会爆炸，不会的啊， OK， 收到啊，清楚啊， 可以的，要一箱打 A4， OK， 要一箱打 A4 啊， OK， Miss Gun 可以， 可以啊， Ufficient 可以啊， 可以， 可以的， 你如果是用消毒枪， 你的消毒枪没有插头， 没有wire的， 可以， 没有问题， OK， 你是 on off 的， 滴答滴答的， 可以， 你是 touch screen， 手摸下去， 它就会喷了的， 可以， 明白吗？ OK 啊， 没有问题， OK， 好， 要一桶打一桶啊， 要四桶打 A4 啊， OK， 清楚吗？ 可以， 车更加要， 为什么？ 因为车， 你一定会载陌生人， 载朋友， 好， 载很好的朋友， 亲戚也好， 因为这个病毒没有认人啊， 管他是谁，跟你是亲戚而不是不是亲戚，他都会传啊，所以你有这个东西，如果你有跟好友哥买那个喷罐，你每个人上车他都会消毒咯，因为它容易嘛，明白吗？它手过去它就会喷上来了嘛，如果你有看到那个好友哥昨天卖那个东西，好，但是应该没有剩几多个了，所以那个我就没介绍了啊。插头，有插头的呢， forking 机不能罢了， 如果它不是forking机就可以，那至于你知道什么叫forking没有，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来讲， 你就跟那个买的人跟他讲一声， 一桶5L收你20块钱， 这样一桶20块， 20 ringgit， 好，这个真的30-40块的啦， 柠檬味道啊， 柠檬的味道， OK， 它的味道不会难闻， 不会敏感， 不会打喷嚏， 不会哈啾， OK， 不会黑哭， 不会气喘啊， 好，工厂在关单， 好，人家工厂很大的， 做国际的， 真的做国际的啊， 如果说可以的话来讲， 你们要知道我讲的东西是不是真的， 你们随便去查， 你们查到他的资料的， OK， 一桶20块， OK， 要四桶啊， 80块， 四桶就是这样子一箱， 一个garden， 一个garden四桶， 因为一个garden四桶哦， 它不会摇晃， fix fix， 变成运输踩到它也不会说漏出来喷出来还是怎么样， 明白吗？ 四桶呢， 20kg了， 20kg我收你C嘛， 20块罢了， 这个是我们能够做给你的， OK， 20块罢了啊， 一桶20块， 邮费10块钱， 买2桶40块， 邮费20， 明白吗？ 所以最划算的 package 4桶， OK， 面交到傍晚6点， 到傍晚6点啊， OK， 到傍晚6点， OK， 好， 如果是 Miss Gun 有插头的， 可以， 你只是问一下你那个 Miss Gun， 它是 forking 机吗？ forking 机的意思就是 你要倒下去， 煮到它烧了过后， 它喷出来是烧烧的， 那种就不可以用我这个药水， 明白吗？ 我这样讲理解吗？ OK， 枪的基本上都可以， 没有wire， 只是 USB 罢了的， USB 充电的那种就可以了， 这个全部都可以， 收到吗？ OK 啊， 所以呢， 来， 要2桶打2桶啊， 来， 你们要打上来， 打上来， 打上来， 我不能讲太久啊， 因为 我没有这样多货给你们去讲， 因为我看到今天每一个4桶， 8桶4桶8桶这样子来打， 8桶的话拿2个户口来买， 好吗？ 因为哈德斯老板有在里面的， 他在里面看着的， OK， 希望大家能够遵守这个， 福利规则， 福利规则啊， 只是拿来喷嘛， 用来洗手可以吗？ 历练咯， 可以， 可以， 洗手嘛，桌子全部可以， OK， 好， 所以呢， 来， 我 肚子很不舒服了， 我不能再讲下去了， 来， 你们直接在， 这个地方下单， OK， 直接打上来， 打上来一下啊， 阿东啊， 东， OK 啊， 对不起了， 我要进 toilet 了， 回答好了， 突然间肚子很痛啊， 所以来你们打上来， 有什么问题你们打上来， 如果说可以的话， 我